宋叔，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带你上磨坊去，他们刚搜查过那儿，不会再去了。那边走。 跑到回音城里来了啊！执行任务，执行任务就你一个人，多危险呢！不怕。哎，我说，这鬼子都投降了，你还来干啥？对了，宋叔，啊，帮我个忙吧，就刚才有两辆卡车，带着鬼子上岸已经出城了，你帮我查清楚他们上哪去了。你跟我说。 这是你的任务吗？嗯，是我的重大任务。嗯，大成，我给你打听打听，啊，你在这别动，啊，这儿挺安全的。那边呢？你看那个木盘底下有个地窖，以前藏过你们的人。你要有情况，你就钻下去，知道吗？嗯，千万记住啊，不许乱跑啊！啊，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带着啊。哎，对了，松叔，一定要快啊！ 看见他了，一转眼又藏起来。等我找着他，非扇他两个嘴巴子不可。还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必须在国民党军发现他之前找到他。这小子贼着呢，跟耗子似的。再一点说过了，他要想躲哪儿，连鼻子都闭不出来。不过没关系，国民党如果真的抓住他，我正好过去把他领回去。别忘了，我是武师，牵着咱们账呢。万一二旅反抗呢？万一他跟国民党军打起来怎么办？ 你找，沈龙哥，妹子，你来的时候外面有没有人看到你？外面那么多国军，你一个人来这干嘛？ 我跟你说，我姐，我姐夫，他们都死了，我现在一个人也难了，就是我自己。 爹娘放了。哎，哎，荷花，翰林，你怎么在怀阴城啊？
我家在怀疑。哦，干嘛呀你？二雷在哪？不知道，他不在分区吗？你刚才是不是给他送饭去了？没有。你还敢说没有？你筐里什么？哎，花花，你知道二雷在哪？赶紧告诉我们，要不然就晚了。花花，我不是吓唬你啊。 二雷这次擅自行动，他是在犯错误，你知道吗？我们司令员在找他，我们是过来传达命令的。荷花妹妹，你知道二雷在哪儿对不对？二雷是一个人出来的，忍耐力薄，万一出什么岔子，他会牺牲的。你看，现在城里到处是鬼子，到处是鬼命党，他们也在找二雷。 如果他们找到二雷，二雷很可能会牺牲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了，这个时候牺牲同志是最最不应该的。如果我们能救他，没救得了，那将来我们会后悔，会痛苦一辈子的。荷花，你想一想，二雷如果真的牺牲了，你痛苦不痛苦？你后悔不后悔？ 抓他吧！不会，绝对不会。好了，荷花，你回家去吧。啊，荷花妹子，你放心吧，二雷不会有事的。你先回家吧啊！我跟他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放心吧。 几个铁疙瘩吧，看把你们吓的！二林，别乱动啊！慢点，慢点，慢点！你说这万一要炸了怎么办？啊？那你干嘛？ 我今天非把你绑起来！二雷，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乱来！现在所有人都在为你担心，你知道吗？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把他拉开！荷花，说都不知道，他在你亲口说的。我刚才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别再添乱了，听到没有？荷花，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告诉他们。二雷，你给我闭嘴！我不叫二雷，我叫顺溜。 你忘了你，干嘛呀，顺溜？你小子，我就早就知道啊，你是擅自行动。哎，你上这儿来干嘛？他们骗人，说了不抓顺溜哥，可还是抓了。没事儿，他们不是来抓他的，走。 叔叔，我让你问的事儿你打听清楚了没？那辆卡车拉的是日本伤兵，他们奔南湾码头去了，然后到连云港、上海船，送回日本去。什么？要回日本了？连他们的畜生要回日本？韩林，是不是真的？二林，这也是没办法。你说你擅自离队，你这是犯了纪律。
我们是把你带回去的。查理同志，我不想跟你多说了，你必须跟我回去。就放手带回去，二林，顺溜，二林，你敢说你不是新四军战士吗？你敢吗？二林，记住，千万别惹事儿啊！司令员在家等我们，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咱们现在出城，找个歇脚的地方。我不会跑的，别装了，放心吧，没事儿。行啊，别给我惹事啊。来啊！就是你想的，是你告诉他的。你干啥？你干啥？给我走走！干嘛呀你？你等着，早晚我收拾你。钱二雷，你干嘛呀你？钱二雷，我告诉你啊，是我自己路过牛湾镇人家虎哥村来帮忙的，你知不知道？排长啊，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事了，这离淮阴方向还有50多里，国民党军找不着这儿。这样，你先回去吧啊。顺柳哥，那我先回去了啊。这里边有水和粮食，你多多保重了。哎，走了，排长。哎，走了，文叔。谢谢啊，走。慢点啊。陈二雷，你脾气咋这么倔呢？我告诉你，别不识好歹。一天到晚的，我都不细说你了，我都。你过人虎身干嘛？找你还不容易吗？我闻都闻出你在哪儿。顺溜，顺溜，你干什么？顺溜，你捆我们干什么？我求你，你千万别干傻事啊！你知道你这样是犯错误的，顺溜，你在犯很大很大的错误。你想，你这样会给咱们司令员惹祸的，真的，你会给我们六分去抹黑的，顺溜。你知道，你枪这样一响，司令员就要被撤职，司令员要挨处分的。顺溜，你这样做对得起司令员，对得起我们六分区吗？你别再发疯了，战争已经结束了。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现在打败了，枪一扔，不打了，回家。连畜生也要回家，他们凭什么不打？鬼子都可以回家，我的家呢？我姐呢？保国呢？我们捆成这样子，我怎么知道的？那叫你平时睡着怎么死的？什么我睡怎么死？你不一个膀子吗？闭嘴吧！哎，快点！啊，来，快，快追，快点！阿林啊！啊，来不及了，骑马追啊！阿林，你忘了，今天已经是第四天，司令员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军区向司令员报告情况。再说了，你看二林那小子刚才，他说话我都听见了。我告诉你，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打死那个鬼了。
现在无论我们谁拦他，他都会反抗，甚至还会开枪。就这么看他跑了？这样，你跟我先回分局向司令员报告情况。好，快！师座，我领人搜查了一夜，整个淮阴城我都翻过来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新四军，也没有发现他们的部队。吴雄飞，你知道那个小子身上绑了几十颗手榴弹吗？我知道。你知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炸日本军营吧？我知道。那你知道松清手下还有2000多人，闹出事来非同小可吗？你应该也知道吧？我明白了，师座，我继续派人搜查。这个吴雄飞，除了拍马屁，狗屁不是。手下带着2000多人，全是饭桶。参谋长。让166团进城，展开全面搜索。告诉李团长，找不到人，不要过来见我。我马上去。怎么了？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妹子，我向你发誓，我保证什么错误都没犯。那个日本鬼子害了我姐全家，老子非毙了他不可。可是叔叔，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就结束了，你就不能再打鬼子了。妹子，那鬼子上南湾码头去了，那地方离这远不远？远，走旱路要100来里呢。我现在就去南湾码头，妹子，你回去吧。哎，哥，路上那么多国民党兵，你知道南湾在哪儿吗？你知道吗？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如果走水路，划船经过小河道，再穿过荷花店，不但可以躲过国民党兵，还近了几十里呢。真的？你知道哪里有船吗？知道啊。妹子，你真带我去啊？不光哥的战争没结束。
我是司令。报告大司令，我是五分区陈志。今天上午，我分区三团占领刘家湾各据点的时候，发现炮楼上全部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伪军说他们不是伪军了，是三战区战边二师的部队。他们不肯对我们缴械，也不让我们进入营地。知道了，你们原地待命。那李欢捣的鬼，不是他自己，哼，是国民党的阴谋。说吧，说吧。报告司令员，驻涟水县的日军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为什么？四方军所属的民兵为了占领城外一个日军的仓库，开枪误伤了两个日本兵，涟水日军由此为由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放肆！命令四分军坚决拿下涟水，如果日军再顽抗，就以抗拒投降论罪，彻底消灭他。是司令员啊，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这个局面将难以控制啊。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新一场战争，哼，又扑面而来呀！开党委扩大会吧。杨参谋，到，通知所有军区的常委，开紧急会议。是。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追捕陈二。如果他继续抗命，坚决执行战场纪律。什么？动真家伙！命令上是这么说的。我们是民兵，他们是正规军，我们怎么动真格的？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先走了。走，走，哎。韩林呢？在这哭什么呢？吓着我干嘛？
特雷是营战场纪律，他没死在鬼子枪口下，还要死在我们自己人枪口下，有你们这么大力量的吗？思远，你去哪儿？一会儿等我走了之后，你马上给大司令打电话，就说我追捕陈海德去了。不行，你没经过大司令同意，你会犯错误的，你会受处罚的，司令员。放手。不行，司令员。放手。我放手。放手。不行，司令员。什么都不明白。常人现在被怒火烧昏了头了，任何一个人抓住他，都可能开枪，知道吗？常人可能抗拒，他们会动武。只有我亲自出马，我才能救下常人。对，你要去，他肯定不敢跟你动武。马，给我枪上。是。玉，玉，思远，我也去。谭强，哎，这，司令员，你怎么来了？我跟你们一块行动，你一定要把顺流救下来。是。连长，我想起来了，二雷可能不在淮阴城里，他会去另一个地方。在哪儿？你想想，二雷是要追杀祸害他姐的那个小鬼的，但是他们已经上了卡车，好像是去了什么港口。哪港口？我不清楚，但是老宋知道。问清楚到底是哪个港口，快去快回。是。下。下。你们听我说。下。翻过这个山岗，给我抄近道。下。当顺六追杀坂田时，他自己也将被追杀。当顺六停止追杀，立刻就能复归为光荣的人见人爱的英雄。这就是军人的命运。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此时此刻，我不只是救顺六，还是在救我们自己。顺六的命运就是军人的共同命运，救回顺六，就救回军人自己的命运。前面就是国民党占领区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只能冲过去。会开枪吗？我们没有先动手，他们就不敢先开枪。站！好，站！站！外面！站！干嘛？干嘛？别开枪！哪个部队的？来人！来人！来人！为什么司令员？
你那个部队的，我六分军陈大雷部队的，跟我上来！下来！下来！下来！快！师傅，陈大雷闯过去，陈大雷闯过去了。什么？带了多少人？什么目的？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还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让你的人全部进入战斗位置，不允许任何一个新四军再通过防线。陈大雷来了，刚通过新庄防线，亲自来了。我看事态 越来越严重了。你猜，他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想的不会是针对日军战俘吧？难道是想跟我们争夺淮阴城？这日军的机枪、山炮、装甲车可都是他们垂涎三尺的。不可能。通知其他防区，加强警戒，一旦发现他们，立刻拦截。要是激起冲突怎么办？我们开不开火？ 下面没有明确的命令，这事儿不好办呢。他们不开火，我们就先不动。师座，都闯进咱们家院子里了，我们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看可以直接命令下面开火迎敌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绝不能做先开枪的那一方。先盘明情况。 再做处置。我明白了。司令员，你看，前面就是胡家桥。我侦查过了，咱们只有这条路，根本绕不过去。就能绕过去，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走，我跟他们交涉。上，行。来了，上，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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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匹马比我的名声还大呢，不像话。不知陈司令来这儿是？我想见你们李欢市长，你这儿有电话吗？有。我想给你们李欢市长打个电话，跟他聊几句。打电话？对。没别的？没别的。打完电话，他让我走我就走，他让我进我就进。好，陈司令行。把枪都放下。给我接师部，我找你们李欢市长。我是谁啊？我是陈大雷。我是新四军陈大雷，你快点给我找。陈司令，我是五十五师参谋长，李师长确实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你做不了主，我就找李欢。对不起，李师长确实不在，他去了南湾码头。你马上给我接南湾码头。我必须跟李欢通上话。如果我今天跟李欢通不上话，出了任何事情你负责。而且我们大司令会找你们顾长官，跟顾长官说话。你这个参谋长就应该回去讲马了。那好，陈司令，你稍等，我马上给您接过去。
来，有烟没有？有有，给我一根。报告师长，陈大雷电话。谁？陈大雷。不可能，他躲我还来不及呢。师长，确实是陈大雷。电话在哪儿？值班室。喂，我是李欢。久违了，伙计。陈司令，真的是你。为什么大东干哥要跑到我的房区啊？是不是想和我瓜分淮阴城，还是想搞点歪把子装甲车什么的？我不要你的歪把子机枪，我也不要你的装甲车。我这回出来，我就是找一个人，那人是我兄弟。原来你是来找那个疯子的。我告诉你，我见过他，他太疯狂了，身上绑满了手榴弹，他要来炸日本军营。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他不可能去炸兵营，他就是要杀一个日本鬼子。那就不行，你应该知道，终止对投降日军的作战行动，不但是总裁的命令，也是你们新四军的命令。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来要找他，我要带他回去。那你想怎么找他？怎么找的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只要命令你的人让我通过胡家桥。为什么你要通过胡家桥？他到底在哪儿？陈司令，请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如果你不说，我也帮不了你。他就在南湾码头，就在你身边，所以我必须要到南湾码头找到他。陈司令，不必了，你不能动他。在这里我有重兵布防，你不用亲自来了。你不准动他，你听清了没有？为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的部下根本对付不了他。他是个神枪手，弹无虚发。你知道那个石原是怎么死的吗？就是他打死的，一枪毙命。而且他隐蔽的本领强得很，你就是用筛子筛他也筛不出来。你不是已经把淮阴城掀了个底朝天吗？你找到他了吗？所以只有我才能找到他。我找到他之后，我缴下他的枪，我把他带回来。对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我们新四军自家的事儿，你不要插手，你也不要干涉，否则我六分区我陈大雷跟你刀兵相见，而且你们长官部也饶不了你，所以这事儿要交给我来处理。你只要给你的人下命令，让我通过胡家桥。两个小时，我肯定赶到南湾码头。好，你可以通过胡家桥。马上过来吧。谢了。我还有个条件，你听着，如果在我到之前你要找到他了，你不能向他开枪，听清了吗？你不准向他开枪。好，我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绝对不能开枪，不能向任何人开枪，包括日本军人。如果他一旦开枪，对不起，我别无选择了。陈司令，恕我直言，我已经在山沟里窝了七八年了，不可能让自己的前程毁在一个新四军手里，希望你能理解。我明白了。许探长在，马上集合所有部队进入阵地，加强戒严，码头附近300米之内不准任何陌生人靠近。是。等等，如果发现那个新四军，不管他是不是开枪，即刻将他击毙。是。师座，您跟陈大雷有个约定，这开枪合适吗？
他怎么知道谁先开的枪？再说，我已经实话告诉过他，我不可能让一个新四军的士兵毁了我的前程。不就是个新兵蛋子吗？抗战八年死了多少人？再多他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是师座高明，这样的话，我们顺手把陈大雷给解决了，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两码事。我的命令是为了党国大业着想，而你是出自你的私心。天就快亮了，天一亮，日军伤兵就要登船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一定要加强警戒，千万不能出错。放心吧，师座。各阵地、各哨位完全处在警戒之中，没有发现任何新四军。
让那些鱼吃个新鲜的。吴雄飞呀，吴雄飞，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能在鬼子堆里活这么久。你够毒啊，鬼子的刺刀是端在手上，你的刺刀是藏在心里。是错过奖了。目标在塔上，共产党塔顶，射击！走，爷子了，他大概还记得走。
阿斯哥的，阿斯哥的，阿斯哥的，我坚定的走。石柱，都是水泥打不穿了。废物，打不穿你再给我打，加强火力，实在给我打进来为止。 那一天，50、50千百支轻重武器一起射向高高的水塔，那些优良的武器在方圆几公里的空间上形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火力网。他们打，他们不停的在打，他们把联合战役时积攒下来的子弹全都打了出来，全部射向我们的顺利。
条送给你的。当兵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可以像狼像虎，拼尽最后一颗子弹，拼尽最后一滴血，疯狂地去战斗。但在最需要他冷静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却可以恪守一个军人的职责和纪律，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内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我的兄弟叫顺柳，我有个人英雄主义，纽扣残余，如果不思想悔改，必将成为新四军的败类，所以我要改，请同志们监督。